大众朋友们都以为说男性荷尔蒙在一整天当中都是一个固定的值，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在早上的时候会比较高，然后到中午以后会慢慢降低，到晚上的时候会是最低的。哎，可是爱爱不是都是在晚上吗？那所以晚上爱爱是，然后爱爱要选择清晨起来比较好，是不是？晨勃之后爱爱会比较 OK 吗？不只是一天当中哦，连季节都是有差别的。对，没错，我们发现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男性荷尔蒙是比较高的，在春天的时候男性荷尔蒙比较低。天哪，这样会让我想起台语的那一句，一个key秋，还是我台语比较差一点。不会不会，刚刚医生跟我讲说买春这件事情是错的，应该要讲买秋才对。Hello， 大家好，我是诗伟。今天呢，看到我穿的衣服，你有没有觉得很像韩国的衣服啊？要跟大家讲一下康桑哈密达的感觉。好，如果呢你最近有在关心世界杯足球赛的话呢，你一定有留意到南韩很优异的表现。只可惜呢，他们被巴西打败了，没有办法进足八强。而另外呢，日本也是被克罗埃西亚打败哦，所以呢，很可惜日本跟南韩，但还是要替你们鼓鼓掌。没有关系，世界杯足球赛输了，但是还是可以看我们泌尿科的单元。我们来欢迎的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的陈于真医师。医师你好。诗伟你好。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一泌尿科陈于真。好，今天呢陈于真医师要来跟我们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其实呢，在我们聊到顶尖运动员跟男性荷尔蒙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医生要来先告诉我们的是，其实你知道吗，你的男性荷尔蒙一整天上上下下的起伏就跟你的血糖血压一样。对对不对？没错没错，赶快告诉我们这个有趣的研究。没错，因为一般大众朋友们都以为说男性荷尔蒙在一整天当中都是一个固定的值，但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在早上的时候会比较高，然后到中午以后会慢慢降低，到晚上的时候会是最低的。哎，可是爱爱不是都是在晚上吗？那所以晚上爱爱是，然后爱爱要选择清晨起来比较好，晨勃之后爱爱会比较 OK 吗？因为爱爱还有跟很多气氛啊、气味啊、视觉啊都还有很多的关联、我跟你讲为什么不能在早上，因为早上上班都要迟到了。就算我早上男性荷尔蒙比较高，我也没有办法，我会觉得有时间压力啦。对对，所以回到家之后就比较放松了，该做的事情都做完。哎，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如果男生早上的男性荷尔蒙比较高，晚上比较低，所以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因为男性荷尔蒙主要是代表一个兴趣、活力、征服力、好胜心以及性欲吗？挑战能力还有性欲哦，没有错哦。那所以也代表 一种程度是心情。所以其实男生的心情活力其实是在早上的时候比较高，到傍晚的时候就会比较低。对，所以老板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在早上。不要早上的时候跟他谈薪水，要趁他下班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时候。老板我可以加薪吗？那或许老板早上的时候心情是比较好的哦。哎，那你比较困难的事情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说，老板拜托嘛，这样子可以可以。哎，不只是一天当中哦，连季节都是有差别的。对，没错，我们发现就是在秋天的时候男性荷尔蒙是比较高的，在春天的时候男性荷尔蒙比较低。天哪，这样会让我想起台语的那一句，一个key 秋，还是我台语比较差一点。不会不会，那个起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一种程度在代表，就是说男性在求爱的讯号。发情啦，非常太客气了。我想说 OK， 所以男生在秋天的时候他的性的欲望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如果以男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讲的确是这样子。那哪个季节比较低？春天哦。那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男生反而懒洋洋的，弟弟不想勃起工作的他的欲望会比较低。所以那个刚刚医生跟我讲说买春这件事情是错的应该要讲买秋才对。好，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调查发现哦，而且我以为说，因为
大多数人进入秋冬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比较少，很多人都会说有一些心理疾病的患者似乎到了冬天就比较容易忧郁。哦，没错。但很有趣，男性荷尔蒙反而是秋天比较高，对，春天比较低，对，好，然后早上的时候比较适合爱爱。对，晚上的时候比较累，男性荷尔蒙也比较低下了。对，好，有趣有趣，成型人。那要请医生呢来帮我们问一下了，因为我们看到呢，这画面当中是 C 罗，哎 ，C 罗的身材真的超级倍儿棒的，很赞哎，这体脂率应该很低，应该只有个位数字吧？对，看起来应该是哦。好，不止他，还有旁边这一位呢是德国的名将，哎，这些男生。到底是谁说女生不看外表的？我也很看外表。哎，这些男生的，这些足球员他们很棒的表现，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的男性荷尔蒙比较高？有一部分可以以这样来解释哦，因为男性荷尔蒙就是一个爆发力，非得要拿第一名的那种感觉。嗯，对。嗯、所以如果男性荷尔蒙越高的话，其实他的征服欲望，他很想要。征服所有人，不管是征服是运动场上、工作上，或是感情上面，都有某种程度想要达到赢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三角关系，医生要来帮我们做一下解释了。一个就是关于你的运动或工作能力上的表现，一个就是你男性荷尔蒙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你肚子内的脂肪，这三个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关系，我们请医生帮忙做一下说明。对，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你的脂肪越多、嗯、其实是会造成男性荷尔蒙比较来的低、嗯、那男性荷尔蒙低它也间接会造成脂肪细胞的增加，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哦、所以其实如果西我做的是非常棒的、哦、如果你可以维持一个很良好的体态、嗯、那当然还要搭配正常的饮食啦、嗯、就是饮食一定要非常的刻苦，对不对？规律的饮食，然后多做一些运动，所以多运动会增加男性荷尔蒙。多运动跟男性荷尔蒙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可以我们可以用脂肪的角度来去看哦。嗯、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脱离脂肪，我们尽量让身体的脂肪变低，可以脱离一些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像是二型的糖尿病等等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糖尿病也跟男性荷尔蒙低下息息相关哦。OK， 好，所以呢，这个很有趣。当你呢越运动，你的脂肪越低的时候，你的男性荷尔蒙也就升高了。对，可是医生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你的男性荷尔蒙升高跟你有没有勃起功能障碍是两件事情，是不是？是不是？对，我以为只要男性荷尔蒙很高，就一定会有旺盛的性欲跟很棒的床事表现啊。其实男性荷尔蒙高，的确，其实某一部分可以这样子讲。那但是勃起功能障碍主要还是跟心血管疾病比较有直接的相关呢、哦。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殖器的血管尽量维持畅通，我们比较可以远离勃起功能障碍。OK， 所以要让心血管畅通，应该要常做的应该是有氧运动吧？有氧运动，然后健康的饮食，然后远离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嗯，好。所以呢，这方面运动跟你的男性荷尔蒙跟你的脂肪这三个是一个三角关系，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没错没错。那医生，如果男生哦男性荷尔蒙比较高的话，会不会让他比较容易滑行啊？那我们还想到老虎伍兹啊，好多哦，你怎么看呢？还有像最近来到台湾很红的那个 NBA 球星魔兽啊，大家也说他那个听说私生子有很多个，你怎么看待呢？是不是运动员性欲这个男性荷尔蒙越高越容易滑行？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呢、欸，因为有些人应该男性荷尔蒙高，想要征服每一件事情，那但是每个人想要征服的事情可能不太一样。嗯，有没有可能就有些人只想要征服一个，那有些人是想要征服不一样的，也是有可能。所以像古代皇帝，有些人说他们就是你知道他们的荷尔蒙很高，会有三妻四妾，这是很正常的。你怎么看呢？我觉得的确事业心比较强的人，的确好胜心也很强。那这群人身上的男性荷尔蒙，的确或许有可能比较来得高。对，嗯，那但是花不花心，我觉得还是
跟个人有关呢、欸，您觉得呢？所有足球员都很花心吗？也没有啦，因为呢，像是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梅西，梅西呢，他就是在画面当中啊，这位呢是他的老婆，他九岁的时候就对他老婆一见钟情， wow. 然后就。然后就一直等候他，然后最后两个人终于结婚，所以他是娶了他的初恋。Wow. 但是呢，比如说像另外一位巴西的球员，那个内马尔呢，他是19岁就当爸了。然后20年来听说换了11个女朋友，可能更甚至不止吧，因为是台面上的。所以就像医生所讲的，花不花心跟男性荷尔蒙没有直接的关系。男性荷尔蒙是想要征服事情、好，但是医生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哦，就是呢，如果你太肥胖的话呢，不止男性荷尔蒙容易低下，也可能会让你的弟弟不见哦。哦，没错、对，我们会觉得说有一些的病人们来、就是说医师，我的弟弟好像变短了。但实际上我们去内诊会发现，其实他弟弟是不是变短，而是被隐藏了，被盖住了。被什么盖住呢？被肚子耻骨上的肉跟耻骨上的脂肪所掩盖了。那如果我们很努力的把他的脂肪往下压的时候，会发现他弟弟的长度还是正常的哦。肚子太大了，所以像这种中广型的身材要小心哦。他的弟弟是埋在下面的，对，被肉盖住、所以不代表他的弟弟真的比较短哦。那肥胖会不会也让性功能变得比较差？因为太胖了，会不会比如说在进行性爱的抽插动作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的灵活，会吗？我觉得是因为肥胖其实跟很多疾病都息息相关，包括睾固酮低下，包括勃起功能障碍，然后以及您讲的灵活程度，但是当然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灵活的胖子之类的，对。但是如果像刚刚这种被隐埋的阴茎，其实如果真的发现这种问题，临床上还是可以治疗的。我们是可以把上面的那个肥肉的部分来以整形的方式来把它去除的。你说抽脂吗？对，让弟弟露出来，重新重见光日。而且医生那天还跟我讲说，有一些人哦，他因为太肥胖了，最后呢，他甚至什么尿尿会滴在鞋子上，是什么意思？没错，因为您可以想象哦，就是如果你的生殖器被这群肉给掩埋了，其实你的龟头或许露不出来，那露不出来，其实你很难对准哦，对准马桶对，那所以他的尿就只要渗出来，然后垂直的往下滴，就很容易滴到鞋子。对，而且甚至像这种病人，他自己本身是看有很严重的啦。你说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弟弟到底有没有正确勃起，对准方向，就是他连看都看不到。你门诊有遇过吗？有遇过。很胖吗？很胖很胖，真的。然后所以而且这种病人他不敢自己推，不敢自己压他的肉，对，所以他真的就是没办法知道他的尿尿在哪里。小朋友会不会也会发生呢？小朋友也会发生，因为随着最近饮食形态的改变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所以常常整间就会有一些妈妈很紧张，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当然就是小朋友都相对肥胖，那因为妈妈都会很紧张生殖器的大小嘛，就是会很担心。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儿子的弟弟越大越好，就是要正常尺寸。对对对，所以通常妈妈会比病人本身还来得更担心，那她就会带来，就说：“为什么我的儿子的弟弟怎么会好像不太一样，甚至看不太到这样子？”那我们就要跟妈妈讲说，赶快先减肥啊，先减重是最重要的。对对对，所以这就很有趣了。你看到这个胖胖的肚子，你就会知道脂肪越增加，男性荷尔蒙就越低下。但是呢，如果是说呢，像这些球员们，他们都非常的注重自己的饮食，都有勤于锻炼肌肉的话，他们的脂肪低，男性荷尔蒙就自然高了。这样就不用去吃禁药啦，你用自然的方式来提升你的男性荷尔蒙。对，但是我在猜，这些力求越好更好表现的运动员好还要更好，还要更好，还要更好，所以这就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过程嘛。所以或许他们以站在这种立场，他会希望他力求更好的表现。对，男性荷尔蒙高也会让他们的性欲高涨嘛。没错，没错。因为像那个这个是德国著名的球员啊，他女朋友很辣，是那个。维多利亚的秘密的 model， 对，所以他就
就说她大概一个礼拜可以跟她男朋友就是发生爱爱三四次四五次。哇塞，对对对，然后她给她男朋友的惩罚是什么？如果没有赢球的话，她说她就会穿性感内衣在她的面前然后花枝招展，但怎么样就是不跟她发生爱爱。哎，这真的残忍哦，对男生很折磨，是不是？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一个挑逗的过程，前戏的过程，对不对？就是女生喜欢，男生也很喜欢，就是要奖励你，要赢球了，然后你就爱爱，对不对？所以这方面的话，像是每次奥运啊，或者是每次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那个保险套都卖得特别好，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是要唤起一个情欲，其实还是大脑啊、视觉啊、气氛啊都很重要。然后你看我们的世足，每次都一大堆人在狂欢，然后很享受这种很快乐的气氛。所以我觉得就会带起大家的这些欲望，就是男人四年一度的大解放，就是这个时候吗？大解放。所以呢，这是我们跟大家聊的。那医师最后还有没有要补充一些有关于男性荷尔蒙跟运动员表现或者是性欲方面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是真的很鼓励男性朋友们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可以多运动啦，尽量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体态上面，这样也会避免自己的避免提早进入更年期，尽量让自己的男性荷尔蒙不要下降的那么快。好，然后记得你的男性荷尔蒙呢，一天最高在早上，一年最好的时候在秋天。所以现在冬天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开玩笑，养生嘛。谢谢医生，谢谢，拜拜，拜拜。医生，你们真有看过那种 muscle 很重的那种肌肉猛男来看你吗？有欸。那相对来讲，他们的弟弟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因为我每次都想说，不是，因为我每次都想说，你的肌肉练得这么大，然后你会不会那种弟弟是相对比较小一点？我都有。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男性的弟弟就是以我们台湾呢，大概就是12-13公分，但是其实这个长度主要都是看勃起之后的长度。那通常我们在整间因为其实很紧张的气氛嘛，我们请他把裤子脱下来，通常还要花时间安抚他。对，你的意思说他一紧张？在整间其实是揪起来的，会，然后而且我们整间的冷气都蛮冷的。那他怎么勃起给你们看？不会，当然我们我们就是量他正常的长度，也不会，就是所以其实我们看就是看一个外观这样子。对，了解。好的，最后要补充问的问题是，网友问说，到底男生弟弟的尺寸跟身高有没有关系啊？哦，很有趣耶，有一些的研究真的是证明，就是说男性弟弟的长度越长，身高越高，其实弟弟的长度是真的有一点直接的相关，会越长。那姚明那么高，但是弟弟的长度是勃起之后所以我们所以是有可能，是不是？对，有可能。对，但是也要补充一下，像巨人症啊，他身高非常的高。但是他的弟弟真的非常长吗？就不见得所以还是有一点高是不正常的高啦。没错。好，以上补充给大家，拜拜，拜拜。